小伙伴们大家好呀，我是抱抱。大家好，我是菜菜，这里是抱抱生存第26期。没错，上一次我们被恶魂和小白围攻了，然后死得特别特别惨，对，落荒而逃呀。这一次我们准备做一套护甲，然后再去探险这个朱灵堡垒。行，做护甲。哎呀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哎，我们要先烧金子才可以。上次我们不是挖了金块吗？有有有啊。哎，还有这有22个金锭嘞。啊，可以，那我们把它已经烧过了耶。给，来。哇，好哇，我一个给你两个。这都我烧的。对呀、啊。哇，我什么时候烧的？我们戴个金帽子吧，感觉金帽子比较酷，好吗？我们今天要再探地狱，就不信了。哇，真的真的。刚呗。我们就换了个帽子然后就进去了。我们等会儿直奔目标，我们出来之后直奔朱灵堡垒，我们不往别的地方去。行。哦，我跟你讲，这个里面有个猪棚，有很多宝贝的，就在那个箱子那，你看到了吗？但是你不能当着他的面开箱子，如果你当着他面开箱子，他会把你打了，就他们会一起群殴你，你知道吗？哇，那我他觉得我拿他东西了。对，他就很生气。啊，他长得真的是像小伙伴讲的好像小姑娘。哦，哎，这有地狱油，哎，我先把这个地狱油撸掉好吗？哦，他在偷偷看我。啊，他在偷偷看你啊？他在偷偷看我，看我能不能开他箱子吗？觉得你长得好看。Okay. 你有那个什么吗？有那个足够，先别开，有那个足够多的那个石头吗？来、啊，看不到。等一下啊！哎呀，我打到你了。看不到我们了，后面没风呀。哦，哎，别看到你了，看到你了。我刚刚是掉哪儿了呀？你掉岩浆里了呀，这个地方呀。哦，我怎么会掉那里？脚滑了。我这滑的，我垫粗一点，我就不信我还滑。垫粗一点可还行。我在前面铺路，哇，走。哦，这边有，你过来。什么宝箱吗？对，我这边有一个大宝箱。你在哪里？我也不知道我在哪里。我们俩刚刚是不是在那分开了？这里好像……哎，我好像看到你了。他们不能看到我耶，好像。哎，让我再安全起见，我再补高一点吧。哦，等会儿。好，好，你看。哇，还是挺……啊，哦、不行，你没堵严实。我刚刚……啊，没事，你放，我给你堵起来了。我要打他，我要打他，不行了。没有啊！不行，我要死了！哦，你在里面呢！哦，你妈嘞！我的妈呀！哦，你还没死呢！哎，没事，正好熬到你来开箱了。里面应该还有一个还是两个？你看到我的尸体了吗？我的尸体怎么卡在那了？我看到你在蹦。为什么我的尸？哎，你再堵一下，不然他们到时候就过来了。行，我再堵一下。我就不信了，我堵得严严实实的。可以了，这次应该可以了。我就不信了，只要周边没有缝，他们就进不来。可以了，我就不信了。我看还能怎么？你倒也不必如此。哇，你那个是什么？是哭泣的黑曜石吗？灵魂极刑。灵魂极刑可以附在你的靴子上面，你在灵魂山上面走就会变得很快。哦，哭泣的黑曜石。啊，哭泣的黑曜石拿着，回头我们可以做重生锚，在地狱里面死掉的话，就可以重生在重生锚所在的地点。就不需要回到主世界了，那么棒。对，我现在是掠夺者。OK， 安全汇合，我们再来找一找有没有宝箱吧。但我估计可能没那么多了，对吧？对，好像就那么大哎。对，这个哎，我们那个上面没有上哎，比如那上面有破败，那上面有哎，哪里？这里你看，是不是？那个是不是宝箱？哦，好像是，我们上去吧。对，那个那是银哦，那个地方是哦，是金块，是金块。我们垫上去吧，直接。行。我给你留空。哇，就这个金锭嘛？对，就金块。快、啊，哇，等一下，我们先把它围好。你看他已经在这看着了。这个人真的是，他好鸡贼。他真的是绝了，他。这他可能打不到我们了吧？看不到了，我要挖了。等一下，我再围一下。好，再围一下。他这边，对，前车之鉴，多围一下。对。你看看，你看这边吧，我这少了，不行，我还要再围一下。好，满满的没有安全感的人。好，你去撸吧，撸吧。完美 ，OK。
真棒！他们的愤怒不知道有没有过去。哎，我的金呢？我的金子呢？我的金子呢？你收到了吧？我听到声音了。没有啊，是不是在你那？没有在我这儿。哎，也没有在我这儿。啊？也没有在我这儿。那我金子呢？嗯，消失不见了吗？我金锭嘞？这太假了吧！啊，不会是被那个朱琳捡走了吧？他还能捡这玩意儿？哎呦，哎呦，我打断你了。他能捡，只要是金子他都捡。他可太坏了。啊，他想捡他怎么不自己撸啊？那我用哎，我们上面还有一个。啊，还有一个。哦，你看你看头上，我们头上。哦，好像是。走走。恶魂来逗我了。啊，恶魂来逗我了。哇，哎呀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，吓我一跳。哎呀，哎，这边还有，那边还有金子呢。别上来，别上来，别上来，恶魂在逗着呢。你下来，下来，下来。我往下挖，来，再往下一个，来来来、嗯，这一个石块应该这样、啊、两个人是可以的吧？要不我们直接挖吧？天哪！对，行，直接挖，刚。嘿，捡到了吗？在你手里吧。没有，我再上来捡一下。你看那边还有一个。好，捡到了。就那边还有一个。对。两个来，我们垫过去。来，我先垫。先说好啊，朱琳，这个不是我非要这个那啥的啊，是这个、哎、是他啊、哦，那么多话干嘛给他？这么快了吗？哎，你看、啊、，OK。